随时运河唐石川，你们盛唐那么多传奇事，是不是得感谢人家杨广送的江山呢？江山是我打下来的，可不是他送的。哎呀，表弟也在群里呀、啊、不光我在，你七姨父也在，你们父子俩可真能潜水呀。怎么，你想和我们聊聊？可以呀、啊、就聊聊谁最怕老婆。你礼貌吗？聊点别的。聊国力吧。说到唐朝，大家都知道贞观之治，聊文艺呢，能和唐诗媲美的也就是宋词了。我爸隋文帝二开中华，居功至伟，只是在历史上属于比较低调的皇帝而已。再说没有我家的开皇大业盛世，你唐朝哪能那么快进入贞观之治。呵呵，聊诗词吧。不聊。那我聊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你是谁？李煜。我不是唐代宗李煜，我是那个经书法、工绘画、通音律、诗文均有一定造诣，尤以词的成就最高的南唐末代君主李煜。南唐安史之乱以后，大唐由盛转衰，后来分裂成五代十国，北有五代之一后唐，南有十国之一南唐。那你有盛唐有钱吗？进群交点群会费，以后我罩着你。没钱。那你有什么作为吗？赵匡胤发兵江南，南唐李煜去除唐号，改称江南国主，算吗？唐诗名流千载，我的诗词也万人传颂，论知名度也不算辱没了大唐。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。我一个新人进群，你为什么针对我？年轻人，古往今来，没钱都要受欺负的。你缺钱可以找隔壁的大宋借，他家可比大唐都富有。果真，听说他们家打仗不怎么地，富倒是真的富。我邀请了大宋帝王天团加入群聊。各位好，我乃宣和主人，东京开封风流拈花手，大宋文坛受精妙笔人，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道友。后世的人，皇帝当得不咋地，太阁倒挺多的。又是一个除了做皇帝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样样都会的。有钱吗？回头我介绍朱厚照给你认识，你们一文一武可以拜把子。大可不必。嘉靖也可以介绍，你们同道中人，可以约去辟谷修仙。听说你在书法上很有造诣。惭愧，瘦金体就是本人所创。瘦金体之祖不是我唐朝的薛曜吗？我改良后融入了自己的个性，也算是独创。你的瘦金体与我偶像王羲之的书法比如何？风格不同，各有千秋。你就说你两个字谁贵吧。肤浅，换个人来聊吧。在下南唐李煜，诗词佳作传世，身后留下南唐二主词。我丹青瘦金双绝，当朝留有清明上河图。我大小周后娥皇女英，风流韵事。我放浪花丛，与李师师，千古缠绵。我后半生国破家亡。我也因靖康之乱流落北国。看来你我的命运都是如此的不凡。要是不当皇帝，你做个诗人，我做个画家，流连山水，千古绝唱。干嘛呢？赵大哥，你也在啊？不光你赵大哥在，你赵二哥也在。赵老二赵光义。正是陛下。我不多说了，你退群吧。我怎么了？刚进群还没坐热就把我除名了。你怎么了？你降低了我们历代太宗的平均水平。汉太宗文景之治，明太宗七下西洋，我唐太宗天可汗就更不用说了。你与我们同为太宗，实在寒碜。我和我哥接力完成统一，平定中原与江南，挥军北上攻打契丹。你还好意思提自己攻打契丹的事？石敬瑭割让燕云给契丹人，导致我大宋北方无屏障，不收复燕云，岂能名垂大宋史书？然后你冒冒失失的和契丹打了一架，没打赢就坐驴车跑了，解锁了高梁河车神的荣誉称号。我联合金朝攻打辽国，收复燕云，
开拓河湟陇右，这算不算是达成了大宋第一帝王的成就？那你联金灭辽，导致靖康之变，北宋灭亡是怎么回事？宋军打不下燕云，最后花钱赎回又是怎么回事？李隆基，你纵容安禄山，导致安史之乱，盛唐终结，唐军打不过叛军，最后还得请回纥出兵，是怎么回事？合着你们宋朝人输人不输阵，都是嘴强王者是吧？还好还好，我大宋文质彬彬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就因为你们这些后代之君重文轻武，一年一年扩招进士，打压武将地位，让我大宋如此羸弱不堪。太祖爷武德充沛，晚辈自愧不如，但唐宋八大家里有六个都是咱们大宋的，文化成就如此璀璨，估计也前无古人了吧。要说远文云武，我倒想挑战一下赵匡胤的太祖长权，然后拿着我传世的诗作与墨宝跟赵祯的飞白体一较高下。你们就别附庸风雅了，都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，实在一点，你们两家都支持我一点，让我先把债台拆了。听说宋朝美女文雅清秀，不知道有没有能跟我并驾齐驱的女中豪杰。我朝太后刘娥常与汉吕唐武并称，后世称其有吕武之才，无吕武之恶。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是你吧？你和你亲娘被分离多年，就不恨刘娥吗？狸猫换太子是被后世戏剧给夸张了，我与刘娥大娘娘才真是情同母子。看看人家姓赵的母子关系如此融洽，不知道大丸子和阴阳蛋会不会羡慕哭了。呼呼呼呼呼，我们宋朝那是真母慈子孝，我和大哥赵匡胤与母亲杜太后关系也挺不错的。宋朝的兄弟关系也是真兄友弟恭，听说宋太祖太宗兄弟俩先有金贵之盟，后有烛影斧声，还真是体面。唐太宗玄武门之变杀兄弑弟也好不到哪儿去吧。我在玄武门竞争上岗，跟赵光义耍小手段能一样吗？金贵之盟说的就是太后老娘让我哥传位给我。可是你忘了，三传之约时我传给你，你传给四弟廷美，廷美复传给我儿德昭。不管是太子李建成还是我李世民，起码唐朝皇室都是我爸高祖李渊的后裔。赵匡胤开创了北宋，除了自己，北宋后面所有的皇帝都变成了赵光义的子孙。宋太祖别伤心，这是赵佶给你摆平了。咋？他有这么好心？靖康之变后，宋太宗子孙被金人一网打尽，南宋除了赵佶的儿子宋高宗是太宗的子孙，其他都是你宋太祖的后裔。